扶老弟，一招鼠患平困起，五爷赵起妙让计。近日，中国国产单机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热度不断攀升，游戏中的一段陕北说书也爆火出圈。怀抱三弦的无头僧角色令全球玩家印象深刻。演绎这段陕北说书的艺人熊竹英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称，陕北说书的西北唱法、发音等自带苍凉属性，和游戏中无头僧的状态相符。2022年的时候，我之前给那个有个游戏做了个游戏配音，那个效果还可以，是那个游戏做游戏的老师推荐给黑神话这个团队的。我负责是那个第二篇章那个黄蜂起袭那段，我唱的是那个无头僧，也是灵吉菩萨的那段。陕北说书流行于陕西延安、榆林等地，内容以说唱传说故事为主，堪称黄土高原上的即兴说唱。熊竹英告诉记者，游戏制作团队提出将陕北说书和游戏结合，自己欣然答应了。起初给到的唱词用陕北方言唱着不太押韵，于是他结合说书的形式进行了反复修改，完成最终版本。他们团队给我的是只给的唱词，没有要求说你咋样唱，这个配曲唱法是完全取决于我这边配。到了录音棚之后，我是现场和这个所有的音乐老师大家一起讨论，就是跟随我自己的理解，跟随那个情节，我自己配进去的这种唱法。熊竹英称，近期黑神话悟空的爆火带动了陕北说书出圈，他因此收到了大量演出邀请。虽然因为太忙自己还没体验这款游戏，但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因为游戏而不断讨论陕北说书，熊竹英感到很惊喜。用传统的这个陕北说书和这个游戏的这种融合，而且非常的融洽，非常的受欢迎。通过这种融合，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喜欢上这个陕北说书，我觉得对于咱们传统文化的以后的传承方面是一件大好事。熊竹英认为，创新是陕北说书的生命。多年来，他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增加新元素和新的表演方式。这次跨界合作的成功令他看到了陕北说书不断发展的更多可能。如果有机会再有类似这样的合作，我还会大胆的去尝试，会有一种创新的想法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的。